卓羲曾是香港无线力捧小生之一。本社自吴钊禧脸书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。38岁港星吴卓羲曾是香港无线力捧小生之一，曾和中国女模张馨予穿过绯闻。母亲虽没催婚，却逼他捐精，因为急住想先抱孙。吴卓羲单身多年，早就过了想婚阶段，这要等缘分，因为我没时间去认识女孩子，尤其交往也要时间，如果没能经营感情，对女方来说也不公平。吴卓羲说他知道要肩负传宗接代责任，随着年纪渐长，我也开始考虑这个问题。吴卓羲经常饰演警探，拍摄自吴卓羲脸书父亲在3年前离世。吴卓羲坦言妈妈虽都没有催婚，但也开始暗示了，他只是催我生子，才不管我结婚与否，总之就是要抱孙子，要他只捐精即可。吴卓羲说他看住朋友生完小孩很吃力，又要接送放学，还要照顾起居饮食，更要陪玩，女人年纪太大的话没能力去照顾小孩，连他也很担心，将来了一旦结婚恐怕没几粒女儿女玩耍。